刮刮乐预告，刮刮乐预告，刮刮乐预告。主题一路发，售价每张新台币200元，预计上市日2010年7月6日。彩券特色，头奖200万元4个，超过23万个8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：游戏一刮出任一个八，集得其对应的奖额；游戏二刮出一个金额，集得该奖额；游戏三刮出三个八，集得奖金800元；游戏四刮出三个。Instant 底线 Preview 底线 Details 底线4513，即得奖金蓝奖额。